小贺总，您慢点。这个是贺总的电脑。小贺总，您先下来好不好？上面太危险了，您先下来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小朋友，没事，有姐姐。小朋友，你看着姐姐，没事了。 让姐姐来猜一下，你的名字是小宝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想说话就不说话。那姐姐问你问题，你可以点头或者是摇头，好不好？别靠近我，是你想对大家说的话吗？对不起，姐姐再来猜一下。 对不起，是想告诉大家，你并不是故意要引起这场混乱的，对不对？小宝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。好，姐姐再来看看啊。谢谢。这张卡片能送给我吗？ 现在能不能悄悄地告诉我，为什么想要他呢？爸爸，是不是生爸爸的气了？ 你别害怕，他们不是来抓你的，他们只是这张海报的守卫者。这样，你爸爸在这个酒店吗？那姐姐用一个小礼物跟你做交换，我们就把这张海报还给这两位叔叔，好不好？这个手帕和这个小南瓜。 都是姐姐最喜欢的小礼物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下一个，小宝真，小家伙，啊，姐姐没猜错的话，你叫小宝，小宝对不对？ 看来，我们小宝不喜欢这些小汽车，对不对？行，不要了。那姐姐就带你去另外一个
更好玩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想跟你做朋友，七个字对不对？好，我接受了。我叫果果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这么高冷，男孩子不要害羞嘛。如果你这样子是想要玩更多的玩具，那我告诉你，没问题的。看在你是刚刚来这儿的份上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只要你愿意，这里所有的玩具你都可以玩，做我的好朋友吧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是不是又在家陪奶奶看言情剧啦？医生，你终于来了，果果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来，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信物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我们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